哎，你看那个鸟笼啊，竟然是开放式的嘞，也可以，也可以飞出来的，可以飞出来再飞进去的。哎呀，有这么进步哦！哎呀，鸟可以随便飞进去、飞出来呢，也不是完全密封呢。哦，这不是完全限制自由，最好不要把鸟都关在那个不能出来的笼子里，免得那个牢狱之灾的因果。